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是复活前第三主日，今日的福音记述往厄马乌的两位门徒，因为耶稣的苦难感到不安，但复活的主是亲自走近他们，并同他们同行，开启他们的心目，为他们展现了不朽的生命。让我们都打开心扉，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赐予我们的属灵生命。各位信友可以透过礼仪委员会网页、我灵赞颂主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小堂的 Facebook 专页阅览礼仪经文。另外，为了保持弥撒的庄严和神圣，请各位将手提电话和其他响闹装置调至静音模式，多谢合作。弥撒现在开始，各位请起立，准堂永让我们一起咏唱颂一第146首，第146首《主耶稣来吧》。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复活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早晨，早晨。今日呢是复活期的第三主日，其实个主题呢我们都能够是叫做是缩一宵。主耶稣呢在翻这个的厄马乌整个的经验里面呢，就是能够同翻嗰两个门徒系缩一宵，嗰两个门徒咧能够喺翻同耶稣再睇圣经嘅里边，同埋咧系耶稣喺马太嗰里边咧就系、是、能够咁样体验到真正咧复活嘅基督系点嘅，咁就让我哋咧都能够喺翻今日嘅圣道礼同埋咧我哋嘅圣体。裏面呢能夠得到呢真正的滋養，能夠跟主耶穌呢能夠是縮一宵。在哪些地方我們是跟天主同人同法國整個社會國家民族有哪些和諧的地方呢，讓我們都能夠求天主去寬恕。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天主在天受光荣，主我的人在世界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演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了一切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求，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愿你的子民时常怀喜乐，因为你恢复了我们的青春活力。我们现今既然重获儿子的喜乐和荣耀，求你都使我们时常怀感恩之心，在确切的希望之中等待我们复活日子的来临。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用中途大事录。那时候百多禄对群众说：阿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我们祖先的天主降临了自己的仆人耶稣，他就是你们所解送并在比拉多前所否认的。虽然比拉多原判定要释放他，你们却否认了那圣洁而且正义的人，竟要求把杀人犯赐给你们，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是出于无知，你们的首领也是如此。但天主藉着众先知的口预言他的弥赛亚必要受难的事，也就这样应验了。你们悔改，并回心转意吧，好消除你们的罪过。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让我哋一齐诵读以下答句：上主，请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上主，请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我公义的天主，我一呼求你，你就应允了我。我在困苦中，你曾舒畅了我。上主，求你怜悯我，抚平我。上主，请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你们当知道，上主特爱对他虔敬的人。当我呼求上主的时候，他一定应允。上主，请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许多人说，谁能使我们幸福？上主，请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请你赐我满心欢乐。上主，请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在平安中，我一躺下，即刻入睡。上主，唯有你能使我安居顺遂。上主，请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孤独性的望一书，我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你们不要犯罪。但是谁若犯了罪，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基督作护卫者，他自己就是赎罪祭，赎我们的罪过，不但赎我们的，而且也赎全世界的罪过。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由此便知道我们认识他。那说我认识他而不遵行他命令的，是撒谎的人，在他内没有真理。但是谁若遵守他的话，天主的爱在他内才得以圆满。由此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他内。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福音前欢呼各位起立。
请你给我们讲解圣经，好使我们的心在你讲话时也火热起来。愿主与各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往阿玛乌的两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位门徒及同门徒一起的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他们正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中间，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众人都害怕起来，想是见了鬼。耶稣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心里疑惑？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是我。你们摸摸我，应该知道鬼是没有肉躯和骨头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伸给他们看。他们由于喜欢，还是不敢信，只是惊讶。耶稣向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可以吃的？他们便给了耶稣一片烤鱼。耶稣就接过来，当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这话。凡是梅瑟法律、先知及圣咏，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于是开启他们的明悟，叫他们理解经书。耶稣又向他们说：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以得罪之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上主的福音。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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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宿一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记得呢，在80至83年的時間呢，本人都有一個宿一宵的一個經驗，想跟大家分享。80至83年，本人呢是被陳日君神父呢那時是會長，就是叫本人呢是過去羅馬呢就要讀神學，那時剛剛自己完成了這個中大的
一個課程啦，咁樣咁佢話啊啱啦，你過去咧嗰邊去考察咧咁樣，咁本人咧就會話啊都幾好啊，因為啊讀一本書行萬里路啊都有個咁嘅一個機會咧，誒正係好食，咁啊於是咧就都應承咗啦。咁但係咧即係都係需要去學習意大利文啦，啊咁亦都咧係啊啊睇翻自己嘅啊神學嘅嗰方面咧。啊！又要封城啊！又唔會話咧，係好似啊，因為語文嘅一個問題咧，係自己唔識得嚇、啊，真正咧係點樣去應付自己嘅啊嗰、那個學業。咁喺翻八二年度啦，咁有個機會啊，就係、是、正準備咧係要離開羅馬啦。咁我哋有個機會咧，因為慣常地咧係喺翻啊。我哋嘅暑假同埋呢個復活節、聖誕節咧，我哋有機會咧係上去北上嘅，嚇、啊、上去咧就係、是、有個省份咧叫做係 Veneto， 就係威尼斯嘅嗰嚇嗰邊嘅區。咁有機會咧係同翻嗰邊嘅啲護士啊，喺翻夏令營啊，成咧就會同啲學生一齊。咁啊，學生完咗佢哋嘅啊呢一個啊夏令營咧，啊都個機會咧就係、是。請我哋咧係可以上去行下，即係咧特別喺，因為佢哋咧好近住喺呢一個嘅誒澳國嘅，咁佢哋好容易嘅啫。咁我話我哋應該要點樣？佢話：誒得啦，你係你係咪有個啊 passport 啦咁樣？咁我哋嗰陣時咧係有嘅嚇，即係個 British passport 啊。咁就話得㗎啦，你攞住個 passport 得㗎啦。啊，我哋同你一齊，佢哋咧就攞住呢一個嘅，即係好方便嘅啫。意大利翻呢個澳國啲咧，因為差唔多人都歐盟，咁所以就佢哋攞個就好似鄉證咁樣就啊咁上。好啦，睇翻佢哋咁容易，咁我哋咪唉反省下，一次我哋咧就攞住下呢個 passport， 咦？咁咧就啊又再沿翻嗰條路咧，就上去準備咧上去奧地利嘅維也納啊，即係去嗰邊咧，好似。遊下車河咁嚇，即係睇一下上門嗰度點啦，咁因為好近啫。兩三個嘅中途嘅一個車程。好啦，上去嘅時間行到呢個嘅奧地利嘅嗰個邊境咧，一個叫 Innsbruck 嚇，咁個 Tonnezzo 就喺意大利再上去呢個奧國，截住又俾人截住，咁死啦！咁點咧咁樣嚇？我哋咧就係攞住呢個 passport。跟住咧係新加坡嘅啊，有啲人咧，佢哋又攞住個 passport， 咁俾嗰啲嘅海關咧截住嘅。咁我哋問點解會唔得咧咁樣？咁甚至嗰啲嘅 Austrians， 我哋嘅人佢攞住我哋嘅 passport， 咦 British passport？Why not？ 咁我問啦，咁收尾咧啊，即係佢哋都會話有冇搞錯啲唔得啊咁樣。咁咧於是咧就係、是、啊。就俾我哋過啦，嗰個新加坡嗰個客，即係一個人咧，亦都係可以過。咁我哋咧就上咗去呢個維也納。咁但係我哋諗住，咦，心有不甘嚇，即係攞住呢個 passport 點解唔 valid 咧？咁於是咧就將英國領事館嗰邊咧就走去問。問嘅時間咧，啊，英國領事館就會話：，喂，你攞住個 passport 唔得喎，嚇，因為咧呢、這個 passport 咧係我哋啊領事館咧唔會係咁樣佔住你哋喎。啊！你哋好快啲攞去下邊，你攞翻個 visa 就最好啦。啊！英國政府咧唔會保你嘅。哇！咁好驚啦嚇！咁嚇嚇佢真係啊！要俾人如果喺翻俾喺維也納俾人捉就慘啦咁樣。咁咧正係好躊躇嘅時間，我哋行翻出嚟，咦？遇到兩個中國人，咁問下佢哋喺邊度嘅嚇？台灣來的咁樣，講兩個原來兩個嘅係留學生嚟嘅喎，咁樣。咁佢哋咧就問下，話我哋兩個喺澳國係留學嘅，我哋咧就好想咩咧？係落去下邊嗰度嘅咁樣，即係落翻去意大利嗰度睇下嘅咁樣，因為佢哋喺澳國。咁我咁點啊？我哋其實我哋要走嘅，我哋翻落意大利。啱啱啦，我哋揸車咁啊！哇，揸車，你哋咁把跑可以揸車？喂，我哋揸住嗰架咧係有個牌咧。係有個 A 字喺度咧，即係 Austria 咧，其實咧翻歐盟裏邊咧，即係人都唔使查嘅，就咁樣通噶啦。咁話我哋得唔得㗎？咁樣嚇，冇即係混咗變，我變咗人質嚇，知點喎咁樣？話得㗎啦，
總之包起啦，即係你哋係 speaking Deutsch 咁樣咁嘅嚟啫，加唔加啦，即係咁樣加乜鬼啦？話 speaking Deutsch 真係咁好啦，咁啊喺翻路過揸過去德國啊，真係喎嚇，行過去橫行掂行咁又得喎嚇，再落去下邊啊呢、這個嘅瑞士又得喎，四周圍嚇咁、啊、我哋咧一個諗法就會好似咩咧嚇，好似。真係好似先我 PP 處處聞咁樣嚇，嗰、啊那個車咧就係話喺翻老國咧就走去第二度嘅咁樣。好啦，過到德國嘅時間就啱啱夜晚黑啦，死啦！去邊度？邊度？邊度？去邊度係縮得燒啊！好驚咁啊！即係咁樣講係嘛？咁夜晚黑咧就去到一個嘅嗱一個嗰啲 motel 啦，即係一啲咁嘅旅館嗰啲咁樣。咁、那個士陀婆咧就好得意啊！即係話嗰個士陀婆喺呢個 Linda 啊，啱啱入去喺德國嘅南部嘅啦 ，Linda。咁、那個士陀婆咧好幽默地會話：哎呀，喺邊度會揼咗係四個嘅中國佬係嚟咗呢度啊？嚇！因為台灣嗰位係一 pair 嘅嚇，即係一個男一女嚇、啊。我哋兩個咧就嚇、啊，即係讀完嗰即係讀緊神學嘅嚇，即係我哋係差唔多讀神。咁佢話：哎呀，點解會係搭咗四個中國佬？咁我哋話：哎呀，我哋咧係啊，誒嚟咧嚇，可以係希望能夠縮一燒咯咁樣。佢話：我哋唔得喎 ，full house 冇訂俾你哋咯。咁我哋話唔該啦，睇你哋冇一個咩啦咁樣。我即係 full house 咧，原來佢哋仲有一個 penthouse 嚇、啊，唔係嗰啲咩色情夾嚟噶 penthouse。如果佢哋唔租出嚟嘅國仔嚟嘅一個地方。好啦，咁你哋喺翻嗰度住啦，咁樣嚇，咁、啊、我哋喺翻嗰度縮一燒啦。夜晚黑咧，請我哋食一個大個嘅嗰啲 hamburger， 哇，大個嗰啲 hamburger， 即係咁啊，好開心啦，咁樣好咁好啦。咁、那個嗰個侍徒我都同我哋好傾嘅嚇。好啦，到第二日，咁我哋走啦，走嘅時間好多謝呢個侍徒啦。咁我哋翻嚟俾翻錢啦，乜咁樣。咁我話你哋，佢問我哋嘅究竟啦，咁樣。咁原來咧先知道嚇，我哋有兩個係神學生嚇，嗰陣時我係為讀緊嚇，即係讀緊神學院噶啦，咁樣嚇翻去咧香港咧就會升神父。咁呢個士徒會點啊？佢話唔使你哋嗰啲錢啊，嗰啲都捐俾你哋中國，捐俾你哋嚇，即係話咧你係繼續你哋嘅嚇，你哋嘅使命。哇！真係嗰陣時聽到咧會好開心嚇。喺翻整個嘅嗱呢一個咁嘅嚇一個真人真事嘅裏邊，我哋會話咧呢、這個縮一燒啊，真正咧係喺人生嘅一個經驗嘅裏邊咧，都係喺翻自己嘅心裏邊咧係好難得生係。我哋睇翻下今日嘅福音裏邊，如果着重咧喺路加嘅福音，嗰兩個門徒同翻耶穌可以話咧嚇一路喺度交談。耶穌同佢哋解，同佢哋咧去講解呢啲所有嘅一切嘅裏邊咧，佢哋會話翻俾人聽。後來佢哋即刻係翻翻去咧，講翻俾個十一個嘅門徒聽咧，後面點樣講啊？我哋好開心，我哋咧會見到主嚇，同埋咧同佢分享呢個聖經。我哋嘅心咧係幾咁熱咧，因為同佢一齊交談嘅時間啊，我哋嘅心咧係好熱，而且咧。啊！我哋真真正正咧，係會感受到咧呢份嘅平安同喜樂。各位兄弟姊妹，啊，耶穌咧喺翻好多嘅地方，去同翻佢哋講嘅時間，係話願你哋平安。每一次係同佢哋講嘅時間係願你哋平安。啊！你哋幾時會睇得到我？你哋幾時咧會見到我嘅時間？耶穌咧俾佢睇咧，睇下我手上面嗰啲釘窿，我嘅。真正咧嗰個嘅嚇立行啊，咁特別嗰啲門徒咧就會話：哇！喺原本開頭半信半疑啊，而且咧係真正咧唔知道嚇呢個係人啊定係鬼。啱啱喺翻尋日，我好多謝咧我哋一位嘅持有仔一位兄弟啊 Thomas， 咁佢咧就係啊網購咗咧係一套嘅電影啊，我都。慢慢咧，遲啲係向翻大家咧，係會係鄭重咧去介紹下嗰套電影咧，就係、是、啊套片咧就係、是《Reason》。哇！我尋日睇完咗咧，我係眼淚水都爆，真係飆曬眼淚水，真係好話係好開心嘅。
就咧講翻一個咩咧？一個羅馬嘅呢個總即係總指呢個指揮官嚇，一個 tribune。咁啊點咧？佢就係俾翻呢個嘅比拉多同翻咧嗰個嘅司祭咧，喺一個壓力之下咧，佢要呢、這個要做一個嘅巡查，一個 manhunt， 係要咧查翻點解。看翻嗰個嘅墳墓，經過冚唪全部咧，係已經係封密咗嘅，係一個墳墓。點解嗰個墳墓係會係俾人咧可以係解封，而且咧係無緣無故咁樣呢、這個嘅屍體咧係俾人係攞走咗咧咁樣？佢係一路落嚟嘅時間都係唔熟，都係咧唔會話。冇經過一個理由，咁當然咧，嗰啲兵已經係俾當時嘅呢個比拉多咧，係有一啲嘅暗號費啦，或者個司祭咧俾咗佢哋暗號費啦，咁咧就比拉多咧就亦都要去徹查究竟咧呢、這個係真定係假。咁呢個嘅 Clavius 就係呢一個總指揮官，四周圍走去查問嗰啲兵，究竟你哋會點？佢哋話咧係飲醉咗。瞓咗覺但係其實咧喺翻背後咧就話佢哋咧係真正係睇到耶穌咧係真正離開見到一陣嘅強光咧，成個墳墓咧係爆開跟住咧就係咁樣離開。咁但係呢個 Clavius 仍然咧係半信半疑，最後尾查到咧係咩咧？同早應該早兩個星期同翻大家講嘅。咁我見到咧係 Mary Magdalene 就係瑪利亞瑪特力納。咁佢問翻瑪利亞瑪特力納，嗱我唔信嘅，你係咪真正咧？你係睇到復活嘅主啊咁樣？瑪利亞瑪特力納話分俾佢聽咩咧？你乜嘢都會睇唔到嘅。如果你唔係信，如果你唔係用個心嚟到去感受嘅説話咧，你唔會信。咁最後尾會點咧？咁呢個嘅 Clavius 繼續追問嚇，問呢個瑪特力納：如果我想要知，我想要睇，咁樣會點咧？瑪特力納會話：呢個復活嘅主咧，唔係喺翻一笪地方，係 everywhere， 無所不在嘅。咁呢個 Clavius 仍然係唔信嘅時間，喺最後嘅時候，佢哋會點話？其實我睇到啲乜嘢咧？我睇到係幻覺 ，I see illusion。我睇到就單單幻覺。咁好啦，喺翻成件嘅事幹再查嘅時候咧，終於佢哋要抄到咧，係嗰十一個嘅佢哋匿埋喺邊個地方，甚至乎復活嘅主咧係喺翻佢哋中間。喺嗰陣時咧。呢、这個嘅 Clavius 先至係真真正正係會信復活嘅主，而且咧喺翻當時佢就會話咩咧？連埋佢自己嘅一個職責呢個 tribune 一個指揮官咧，佢話我都唔做，我要跟隨主耶穌而喺整個嘅故事嘅背後咧佢係最後尾係跟隨咗耶穌，而且咧喺翻。我哋教會裏邊咧，亦都封佢咧為一個嘅聖人，聖 Clavius 咁嗱，整個嘅故仔係好可以話咧係好多嘅追蹤喺度，但係會話翻俾我哋聽，各位兄弟姊妹，耶穌喺翻今日呢個嘅復活嘅裏邊咧，佢哋接咗係實體嘅真正嘅用餐你哋嚟啦，有啲咩可以食你哋能夠咧係有呢個嘅烤魚同埋餅，你哋可以用嘅。呢、这個咧就係話翻俾我哋聽如果我哋能夠係信，我哋能夠咧將復活嘅主咧有呢份咁嘅信心喺翻我哋嘅環境，喺翻我哋嘅所有嘅際遇嘅裏邊咧，我哋對主耶穌咧係有呢份嘅信心存在呢個嘅主咧一定唔會。是不會不兑現的。在中間那裡怎樣說呢？耶穌對他們說什麼呢？
我以前仲同埋你哋喺埋一齊，就對你哋講咗呢番話，就係、是、儒釋嘅法律、先知同埋聖位啊。指住我咧所記載咧，都必須應驗。各位兄弟姊妹啊，都必須應驗。如果我哋有呢份咁嘅心嘅説話咧，嚇、啊、呢台嘅彌撒就係咁樣完咧。拉丁文咧就話 ite missa est missa 就係我哋呢個 mass 嚇、啊、mass 就係呢度出嚟嘅啊。原來 mass 就係咧 you are sent 嚇、啊、to spread the gospel。你哋咧係有呢個咁嘅嚇，真係能夠咧係將呢個嘅福音啊 ，you can spread it out。啊、the good news of the Lord， 呢、这個就係話翻俾我哋聽、啊、所以彌撒禮聖，請你哋能夠將呢個嘅福音能夠廣傳於世啊！你哋咧係被派遣嚟出嚟嘅，咁就讓我哋作為基督徒有呢份咁嘅信心，有呢份咁嘅毅力，有呢份咁嘅恆心，我哋對主咧係會話好似呢個嘅 clouds 嚇、啊、一樣咧，係會啊！我哋雖然係睇過好多 illusions， 不過我哋對復活嘅主，我哋對你咧係有呢份嘅信，因為耶穌話唔使驚，邊個睇唔到我嘅嗰啲人咧，係比嗰啲睇到嘅人咧係更加有福嘅。我哋就係嗰啲人啊！願天主咧係祝福我哋，使我能夠咧繼續有呢份嘅心啊，呢份嘅毅力咧係向前進，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順便各位請起啦！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肉身，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一成神，又同贞玛利亚取了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官长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榮。他曾藉先知們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死者的聖洗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阿們。出必行，必然一行，所有的一切都要兌現，就讓我們能夠是對有這份的信心在復活的主的裏面更加會對佢有呢份嘅承認肯定，咁就我哋咧誠心向上主作我哋嘅行動。請為普世基督徒祈禱，天主父因基督的復活恢復了中途們的喜樂，願今天所有基督徒無論環境順逆，都常懷感恩與喜樂的心生活，為復活的主作證。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請為我們的社會祈禱，願復活的基督給市民帶來曙光，驅除邪惡的控制，使人人都能在公平的條件下從事各種工作和活動。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請為我們社會僑居的人和愛勞祈禱，他們有份建設這個社會，願他們得到市民適當的尊重，
並免受歧視和剝削。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請為戰亂地區的人民祈禱，願復活基督的和平恩賜早日來臨，使無辜的人民得以脫離傷亡、家庭分散和貧病的厄運。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請為我們的堂區團體祈禱，願我們連同新教友的一切禮儀祈禱和善功都能對人群有所裨益，亦能促進我們自身的信仰成長。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現在讓我們靜默片刻，各人依照自己的意願向上主祈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天父，我們多謝你能夠派遣你的主來到我們的中間，特別透過復活的主和我們去講解聖經，也要使我們的心能夠在同翻主去交談的時間得到這份的刺激，而我們能夠將這個火能夠繼續燃燒，因為我們主基督之名，求你苦聽我們的祈禱，阿們。預備祭品歌，讓我們一起詠唱頌音第八十四首，第八十四首敬獻給你。姊妹，请你哋祈祷安全嘅天主圣父收纳我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我信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请接受你教会欢欣呈献嘅礼品。你以聖子的復活作為我們如此喜樂的因由，求你都賞賜我們獲享永恆喜樂的果實，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們。願主各兄弟姊妹同在，願你的心靈同在。請舉心向上，我們全心歸向上主。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這是理所當然的。上主，我們時時處處歌頌你，實在理所當然的，並能使人得救。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犧牲，
現在我哋更多隆重咁樣讚揚你，基督為人捨身，永唔再死亡，被人處死，但係永遠生活。佢喺你面前永遠作我哋嘅中保，為我哋罪人不斷咁樣獻祭祈禱。因此普世萬民洋溢住復活嘅喜樂，踴躍歡騰，同時天上嘅天使同埋所有聖人同聲歌頌你嘅光榮，不同樣歡呼。上主，你實在神聖嘅，你一切聖德嘅根源，因此我哋嚟到你台前，同埋普世教會共同慶祝本週嘅第一日，基督從死中復活嘅日子。你已高舉佢，使佢坐你嘅右邊，我哋靠佢嘅名懇求你，派遣聖神聖化呢啲禮品，使得成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聖體聖血。佢甘願捨身受難嘅時候，呢面餅感謝咗，分開交俾佢嘅門徒，咁話：你哋大家拎去食，呢、這個就係我嘅身體，將為你哋而犧牲。晚餐後同完呢杯嚟，又感謝咗你交俾佢嘅門徒，咁啊，你哋大家咧去飲呢一杯赤裸嘅血，新而永久嘅盟約之血，將為你哋同埋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哋要咁樣做嚟到紀念我。上主，因此我哋纪念基督嘅圣死同埋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哋得喺你台前侍奉你。我哋恳求你使我哋分享基督嘅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嘅教会，使你嘅子民皆同我哋嘅教宗方正觉，我哋嘅主教日望同埋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喺我哋之中日趋完善。求你都垂念怀住复活嘅希望而安息嘅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哋嘅祖先同埋所有去世嘅人，包括喺天灾人祸、战祸、病祸中间或者动乱中间去世嘅兄弟姊妹，使佢哋享见你光辉嘅圣容。求你垂念我哋众人，使我哋当住天主之母同圣荣福玛利亚、圣母嘅正佩戴、圣约瑟、诸圣中徒，以及你所显我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哋藉住你嘅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
现在圣神的血结中，多过怨气，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我哋既遵从咗救主嘅训示，都承受咗佢嘅教导，先至敢诚心向天父作我哋嘅恳求。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你在天上，你在天上，你的名，愿你的名从心。圣贤扬，我来临，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奉献人间，如在天下，如在天上，祝你今天，祝你今天。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日用资料，日用资料，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不让我们先引诱我，救我们，免于受苦。上主，求你从一切遭祸之中拯救我哋恩赐外面嘅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哋脱免罪恶，并喺一切困厄之中获得安全，使我哋虔诚期待永生嘅幸福，同埋救主耶稣嘅来临。天下万国，不是权威，只拥有，永归于你。主耶稣，记得你曾经的中途讲话，我将平安留俾你哋，将我嘅平安赏俾你哋。求你冇睇我哋嘅罪过，但系睇你教会嘅信德，并按住你嘅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各位兄弟姊妹同在，有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活出基督的平安。
请睇天主嘅羔羊，请睇巡面赎罪者，蒙住你父佢羔羊分娩嘅兄弟姊妹系有福噶。领主咏，让我哋一齐咏唱《尽恩》第213首，第213首《上主已复活了》。
领主头敬各位圣殿啦。请大家祈祷。上主，请垂顾你的子民，你既以永生的圣事重生了我们，求你都引领我们迈向肉身光荣和不朽的复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今天还有两则堂区通告和两则小堂通告。堂区通告一，堂区星期二晚的再慕道名额已满，堂区仍然继续接受未领洗的朋友报名慕道，请各位继续努力复传，介绍未认识主的亲友参加堂区的各慕道班，分享信仰的喜乐。二，堂区鼓励教友购买2021年每日圣言，在疫情流行期间加强每日阅读经文和祈祷，信赖天主慈爱守护，滋养自己的灵性生命。堂区办事处有售。小堂通告一，各位教友请于弥撒后可以将奉献自行放入设于小堂门口和 MMLL 室的捐献箱内。二，请各位教友离开圣堂前使用消毒纸巾清洁自己坐的位置，包括座位、跪凳表面，并随后弃置妥当。堂区通告和小堂通告报告完毕，主有各位，各位请起立。咁咧，我哋嘅睇翻呢个彩虹海嗰边嘅圣母坛咧，将会系喺翻4月25号之前咧，我哋会希望咧能够完工啊，嗰啲花盆啊，所謂一切咧，我哋都會係安置喺上面嘅啦。亦都咧，因為5月24号或者迎接5月24号咧，係聖母進教之後嘅慶日。呢個咧亦都係我哋慈幼會咧整個嘅4月24日咧，就係去到5月24号咧，就係聖母嘅。OK 啊，咁讓我哋咧能夠係為呢個嘅事福咧嚟到完成咧，而要祈禱。愿主与各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俾你。阿门。让我哋能够咧为复活嘅主嚟到咧系嘅作见证，弥撒为圣。感谢天主。礼成永，让我哋一齐咏唱《颂恩第217首》第217首《耶稣复活已功成》。天地大君归得了。